太迟了，外来者，神庙现在属于我的主人了，祖尔马上就会唤醒达萨，食人妖帝国就要复兴了。这里不欢迎雅兹玛的手下。我会挖出一定的精华。感谢你们把祭司杀了，我对神庙的控制只会越来越强。人要你的命，不，一起死！主人会把我修好。沃卡尔又粉身碎骨了，无所谓，我能修好他。要是换成你死了，那就没得救了。瑞赞是个强大的罗雅，看来你当祖尔的祭品刚刚好。不错嘛，比我想的还厉害，但我还是会喝光你的血。达萨很快就会苏醒，但你活不到那时候了。蠢货，祖尔会撕裂你的灵魂。